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兄弟，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315页第四行经文：调众生转妙理，调者何也？众生者，一切有情，这个范围包括真大。转者是伊呀，转是妙理者，实相之理体，也即法华佛之地见呀。教化众生，即个个宗旨宣示出来了，要安怎去教化众生，帮助众生，大生呢爱帮助伊破迷开悟，然后呢爱调和众生，好是六合，那六合里面第一建合同解，咱现在所讲的建立共识，这点真重要啊！共识呢是一切和睦的根本。大家大聚会必须都要有规矩，要有一个公约，这就是戒和同修啊，人人都要遵守规矩。中国的古早时阵，家庭有家规，这个家庭丁丁爷爷两三百人，这是普通的家庭。人丁兴旺的呢，有五六百人，无依故就会乱去咯。所以呢，改和同修，心和同住，互相照顾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巧合无争，无争论，以后同意，做伙生活，欢欢喜喜，这就是幸福，就是啊。美满啊，这是家庭的幸福。最后一个是利和同君，讲一个人物质生活环境平等的，收入通调，支出嘛是通调，专门出来有管代志的人叫做管家，家有家长，这个家才会精髓，所以这家帝国平天下。中国的家一直传到
清代晚年，民国初年也阁有啊。抗战以后啊，都无咯。为系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，带予社会安定和谐、太平盛世，家的贡献上介大。啊，无家和都无国治咯，叫家和国治啊。所以咱了解中国传统文化，对中国传统的家非常怀念。啊，这都是真严谨的，无亲像现在人遮自由啊！这种个人的自由，伫古早时是放荡。为什么违背了伦理道德啊？那中国的伦理道德，就是佛所讲的戒律。所以家和万事兴啊，大生爱调和众生。都才有讲咯，调和众生最重要是建立共识，算妙理就是啊建立共识。啊，这个共识是啊，是上的立体，太好了。那么那是大众的共识，声闻缘觉菩萨。有佛的啊，佛弟子全拢建立伫这个共识的这个基础上，这个句话就是《法华经》上讲呀，佛之地见呐，佛地见，咱参考资料来对有，这是对佛学大书典里面。揭露出来，了知照见诸法是相理，了是明了啊，清清楚楚明了诸法是一切法，一切法的真相。啊，实相都是真相。那、啊、真相都是啊，一切诸法的离体啊。这都叫做佛智慧，是为离地中一切种地之用。立地是一切地都种地啊，一切种地，一切都是啊，一切地，一切地是对体相讲的，都种地是对用相讲的。修行怎样一切地，一切地，这个一切地是一切地是地化中相，一切法的啊共同的相，那都是空。那一切法的体都是空。也就是讲，一
这法对空生有，有对都会来，对空来啊。所以啊，空叫做真空，啊，不是空无啊，空空什么拢无，不是，伊有。那有为什么讲伊空呢？伊也无现象，啊，今仔日科学所讲的三种现象，伊也拢无，物质现象。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三个拢无，所以它叫做空。但是什么呢？以灵性三种现象，灵现三种现象，所以呢，伊都唔是真正的空，袂当个当作无讲。所以啊，真空不空啊，妙有。为有啊，有啊是对象上讲的三种现象有啊，所以有呢，伊也是啊幻有，伊不是真有。为什么当体即空了不可定？这是相。相的实相，体的实相，拢总拢了解，拢明白，人的心定了。啊，真正明白了，在一切人事物当中，未去计较，未执着。这也才好啊！无了解事实真相，又执着，伊也有分别。每一个人看法无同，想法无同，拢认为家己也是对的，别人是错的啊！冲突就发生。所以咱来知影，现在这社会冲突特别多，四界拢嘛是。家庭内面父子冲突、夫妻冲突、兄弟啊冲突，对人的冲突、甲事的冲突、甲天地万物的冲突，那造成今仔日社会状况啊。啊，这桩代志只有佛彻底了解，啊，无了解就未当解决，了解了后啊，才会当解决啦。但是呢，佛讲的啊，佫无人相信。啊，这种严重的冲突啦，造成的混乱。无完无了啊！这也是咱现前遇到这个状况，啊，咱有幸看到中国古代留落来这个典籍，看到了佛的警告。学习了这几年，对于这代志渐渐的明白了。我明白，别人无明白啊。那我这个人未当解决大众的这个代志啊。啊，所以呢。要众生宣妙理，都是教学。
咱应该肩负起这个使命，来尽心尽力去做。咱用信仰来做，做这段时间效果拢无真好啊！那是什么原因？咱的功力无够。利无透铁，行无踏实啊！凡人有义气，是当然之理啊！为什么家己嘛有义气啊？要安怎乎别人无义气呢？那家己要安怎才袂义气呢？都要深入。古人常讲呢，深入敬重啊，不是讲讲下道文，不是啊，是讲深入敬重。但只有深入敬重，这会把在自性里面的经中悟出来，就悟不啊。因为佛经是真实心中流出来，也咱如果也个真实心。这一出来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那真实心来对，有实的灵，实的是真实，这是好，无为的拢无。这是真实啦，真实起作用就是德。啊，所以无真实的心，只有造作叫缺德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传的就是这个德，无罪啊。十二字拢嘛包括咯，啊，这十二字就是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啊，就这十二字啊。啊，咱那是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拢甲这十二字相应，无违背，这是有德啊。啊，真实起作用，这是道德啊。啊，灵灵啊是智慧，灵是健康方便，你也啊知影讲一切众生的根性，你知影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方法来教导伊。决定啊，收到效果啊！咱今仔日都是欠一个啊，缺少失啊，缺少德啊，缺少灵啊，所以咱咧创这个啊，方法理性的代志，创啊真辛苦，
手无好骨啊，那不是说别人有问题，问题啊出在自己的身上。会记得圣贤之道，永远不去责怪别人。所有一切过错，拢嘛是对家己身上犯的，所以爱认真反省，反求诸己呀，改过自新。历经上游，都是在提升家己的境界，提升家己的德行、学问、方法。这下加这项代志啊，做好以后，那高就地铁，你个变作低，又为我眼中不眼之用，高就眼你问见呢？忽低忽见，叫做忽低见呐。得出忽低见。又开始努力之处地，那初有十诸位断一分界，无明得到九分之地见，啊。十诸华严经上讲的十诸菩萨，这叫做开佛地见。十行呢是佛地见，十回向呢我佛地见。来就十地，将断尽无明，地界完明，为之立佛地见，这立落。啊，这地所讲的十住十行十回向。这是三贤位，是属于别教的，不是阿弥教。别教十地，立佛地见。阿弥教呢，那就是十住了，初住都立佛地见。大铁大我明心见性，啊！释迦佛出世，只啊一大树因缘，为开始我立出佛地见呀。释迦牟尼佛出世伫这个世间，为什么？都为着这项代志啊，帮助众生。开始悟入佛之地见，这里都是佛教啊！在这个世间，千百年之间，世尊以后。万法要高清你，乃至有十方三世，
一切诸佛如来应化伫个十法界伫六道，拢是这项代志，要按怎来帮助众生开悟啊？开悟有大小浅深的无同，分四个阶段。啊，咱今仔日开咯，得到少分或者低见，也是不得受用。那受用会安怎呢？受用就是一定爱对这个行门来落手。啊，咱知影的无做够啊！啊，对于做够的当中，你一定会知影讲，搁较深，搁较快。那亲像世尊甲咱讲这部经典，用现在话来讲呢，都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咱听清楚、听明白咯，有信心、有愿心，无欺骗啊！啊，叫咱来讲西方极乐世界，永远讲未清楚。释迦牟尼佛捌欺骗，咱若欺骗了后，转来时阵讲，迄就甲世尊讲的同款。当你答句啊，就会当摄受人心。咱现在人是听有、听明白了，袂当摄受人心。这就是力量不足啊，力地不足，是因为解决无透彻，虽然信心无够坚定。咱啊，过来看，注解开佛第一见，是佛第一见来宣妙理啊，令一切啊有情，我佛第一见，你佛第一见来调众生呀、啊，这是教学。真正修得好果咯，众生悟咯，那开始悟入千深注地无同款，开好比是说明，咱去啊博物馆去参观。无，你去以前有一个说明会，有解说的人，甲这个丁总啊，都会甲咱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咱去了，就想要去看卖，看到也是看无，解说完就阁甲咱指示啊。一项一项知道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咱明白了。那、啊、明了了后，都来讲我，这个讲我是家己的代志咯。啊，开始也是老师的代志啊！啊，这里、个、啊，这里、个、解说完第一代志啊，开始啊，咱家己爱悟啊，哎，当去了境界啊，
所以对听的这个人有这个功能。真正去体会到这个古物的价值啦，但伊代表意义呢？你才会当入这个境界。对于这款代志，那是讲五力较深，会了解当时社会状况，会当体会到古人的智慧。古人的体验方法经验对这体会应用在咱的家己身上，咱在这生活上工作上拄着一个困难，马上就会想到古人是用什么款的道理、什么款的方法来解决的，提供予咱非常好的参考资料。代志无一定是同款，你是同款，这叫做雕众生。下面古这里雕好琴弦，中国古早时的琴有五条弦，叫五弦，以发正音，这个音在正，调和众生，令客中道啊！客中道都是开智慧呀。开智慧，智慧正，理念正，思想正。起心动念，言语之作，自然就结合性德。性德是自然的，绝对不是多一个人自己做的。建立的要求别人做，不是安尼。北京的亲爱是天性，无人教，但是真爱啊！这时候虚伪都拢无，这是自性、自然流露。恭敬拢是性德，好个敬是性德的根，这个根本。其他的德目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拢是对家生出来。还是四目，君的都是好个敬啊。来印做地文抄来对用心敬，真情恭敬。这些拢也是讲到根本啦，根本的根本。做人、做圣人、做佛，拢都要用这个根本。无这个根本，无论是做什么代志。
人天以上的仙都大概拢也得袂到，好事做真多，不孝父母，不敬祖宗，不敬老师，这个根本就无啊！做过做好事无根，那你讲你真正做好事，哪会讲不孝父母的道理？哪会把这个父母给淡掉呢？把老师袂记你呢？这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啊，念佛的人念一部经。念几声佛号，拢都爱甲功德回向我父母，回向我老师。这表示什么？无甲根本未记哩。念念啊，甲根本是念条呀，无脱节啊。啊！咱细心思维这一生，思想言行，啊，挫折、失败，或者成功、顺利，细心啊去思维。这些原因你会找到，啊，顺利成功是靠孝敬啊，啊，所有的挫败拢是在孝敬顶面缺德咯。表面看，咱就真成功，最后惨败。来生对三途都是惨败，这代志也足多啊，不是假啊。所以要调众生，大生要调家己。家己无六合，无三合六合，这两句做未到。啊，调众生宣妙理，帮助大家啊建立共识，净土法门是佛之见。这名念佛，这中庸中道，这也是一个暗下道妙的大法了。可惜啊，真爱人无罪啊，看到这个法门，听到这个法门。会生欢喜心，会依教奉行，必定都是啊，有着孝敬大君大本的人。啊，你正宗并不了解，有这份的孝敬的心。你同款的成就啊，圆满的成就。老生的时阵有地时机，非常的自在，飘飘的极乐。啊，咱看到未少啊，
是质量是假啊。伊所边靠的都是这份的心境。所以咱就要学，还是根本来学，根愈深啊是愈好，愈大呢啊就是啊愈好。安怎才是大呢？心大、量大、根啊都大啊，心深、量深。君的亲，这也就是讲，菩萨教化众生，所必须具备的头一个条件，众生利啊，明白咯。下面呢是是福，土功德是福田，这是众生欢喜的啊！啊，哎呀，土功德，呀、啊！富家积呀，福田家富世间正丢之产，称为丢产。用这来做比如，为众生得福之所，称为福田呢。但呢，正丢啊，叫做这丢产，会修行切假啦。你能让政府福田，你就会当得到福报啊！啊，多一卦是众生的福之所呢？你要认识啊，正念所闻。土界土地名土功德啊，显修不穷啊，故名为师。生世福善，如田生物果文啊，福田师的。哎呀，祝福别人来看，我是安怎种福田，种好你看，真解我福田家供养如来，所思呀虽小，亦何宏多，犹如良田，所种虽小。修习甚多，也菩萨本行经来对有讲，所以复为福田，土无上功德果呀。以上诸说，皆有金经相契。啊，所讲的跟无量寿经讲的相应，拢嘛是啊，一如来是福田，三宝是福田，现在人唔知影，那为什唔知影？现在世间无三宝咯，
三宝有一个模样，但是要变质咯。三宝的德无看到了，三宝的教无听到了。啊，佛在世，言行举止，大家拢看到，真正是啊，尊敬啊。真正把伊啊当作宝啊，沉默当中，拢嘛把佛陀看作大善知识，想要亲近伊，想要甲伊学习。啊，今仔日无这种人咯。咱家己做了无够啊！那嘛是有一挂人，把咱当作是袂歹啊，对咱恭敬。但是咱家己想看卖，有当时真正见笑。为什么？那是对于实德零的标准来看呢？咱也差太远太远咯，哪会敢接受别人的恭敬呢？哪会敢接受别人的敬仰呢？那所以拄到这款代志呢，咱爱甲功德恭敬分给大家。为什么呢？俺古咧讲啊，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魔地甲还啦。我本和大家，将来海时阵有人帮助我，大家做些来海。我一人收起来，将来是一个人海，海未起呀。所以辗转布施，辗转供养，我这块田无好，修行无罪，别人田未歹，我供养伊啊，啊，种起伊的田来对。这些道理拢嘛都爱办啦，眼前接受的物质的供养，这啊叫做施，施世间福善，做好别人看。多一款代志呢？下面讲咯，有古下论，有四福田，得讲啊，真具体咯。一住田，真心啊，那共用一切。精神啊，在后门里面，出家人啊，每天出家突破，啊，这个食物呢，确实
有真侪拢剩落来，那食未完剩落来，剩落来唔通留到第二天，要安怎呢？供养才会精神啊，布施好才会精神。第二种苦禅，苦禅是贫穷困苦的人，嘛是出家人布施的一个啊对象。第三种的是温禅，父母啊，对咱啊有温的人，咱在苦难当中，也要帮助给咱的人，来念念不忘啊。这是低温不温啊，那些家务差别因缘，对我有温的人，对我产生误会了。那咱只念温，未念怨啊。成就家己的大德，成就家己深厚的德行，才有耐心的等待。十年、二十年了后，我会啊定清咯。那伊对咱的看法就会改变，马定是一摆考试啊，咱考试及格了，通过了，大家也是欢喜心。所以人的世间绝对唔通甲人啊结冤仇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啦。记起心中有怨，爱给化解。这一生当中，每个人结怨，别人对我有更加大的误会，那么是啊，略无其事，绝对唔能给藏在心内。藏在心内，只看到伊对我有帮助，对我有照顾。啊，上尊这款心，上行这一代志，你啊以后的果报愈来愈殊胜。为什么？佛菩萨不比你啊，归心用乎你。啊，以后。而如来如何？年轻的时阵受苦唔免惊，那精神体力好啊，会应付会过。所以福报唔通伫只年轻的时阵来享尽，老年苦是真苦啊。老年有人给你照顾，有人关怀你，有人帮助你。老的时阵不痛苦，拢靠孝忠积德啊，断恶修善
即讲雷电，和家己度过幸福美满的晚年。这个未当讲唔知影呀。那第四个德产，德产就是三性之显性呀。啊，古下论是修行论，中国记起修行两个宗，有古下宗，以这部论典建立的宗派。啊，三行经文严格菩萨啦，这个啊，三行严行是啊，正福的对象，你会对因恭敬，对因敬仰，这个福田就真大，这福就真多啊。什么原因帮助伊啊教化众生，帮助这些人建大道场，建大法堂，恭敬教化弘化利生，这个功德有偌大呀！你会当啊帮助这个功德，成就这个功德，布施不能最少，拢伫迄种真诚恭敬心。了凡四分内底啊，讲了一个故事。一个贫苦的这个查某囡仔，身躯只有两文钱，行入去一个寺庙，这两文钱共用三宝，诚心啊，真诚心啊！啊，用其所有的拢嘛提出来了，那寺庙主持给伊啊祈福，亲身给伊回向，给伊祈福。那后来伊做王妃咯，那有一天佫经过这个庙，真欢喜，所以还伫遐捌烧香。这摆佫来了，诈袂少钱，用用1,600元黄金，大功德主啊！那老和尚叫小徒弟啊，该回向，伊非常无欢喜。这老和尚理论，年轻的时阵我两文钱啊，你老大人亲身替我回向。原来我共用千金，你哪会当只找一个徒弟啊来跟我赴宴？那就赴宴失节。老和尚开始讲，当年你贫困，你那两文钱是真心嘛？我无跟你回向，对不起你啊！今仔日你这个千金。你的身份上无算一款什么代志，小事一项啊！我的徒弟啊，给你回向都会用你咯。这就是讲，供养的财物啦，不在乎讲偌济，在乎心、心诚。两文钱啊，超过啊千金。那今仔来的时阵，带着这个五万的心。不是啊，恭敬心吗？
啊，钱虽然多，心是无同咯。所以啊，这个布施的功德就是不如古早咯。啊，咱详细来个想这道理，天公伯啊，真正公平啊。富贵的人，唔是讲生生世世富贵啊，伊就是讲修风嘛，修未过善恰人啊。啊，所以善恰的人来生就富贵，富贵的人来生就贫贱，人都病咯。真有道理啊。所以世出世间一切法拢都要对真实心中作，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。这也嘛是近代量子力学家提出来啊，以心控物。宾主爱分开，物质是宾，起心动念是主啊。起心动念都要真诚，这就对了。那真正修好，也是有福的人啊，伊才修会到福啊。无福的人是受未到啊，未安怎把福点认错咯？唔是正福的迄个所在，伊去正福，从来是无福报啊。所以啊，认识真福点啊。李应公大师的一生，接受诸众的供养，你看伊是安怎咧？土功德是福田，伊安怎做呢？伊甲所有的供养，拢嘛用来印上经珠丁林，伊就做这项代志。这个福报太大了。这佛经上常讲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叫财布施，比未着为人说四句偈的功德较大。你本来不相信啊，讲四句偈有什么功德啊？四句偈，一念离根，因为道正啊，来生后世拄着缘，也学佛修行正果，就靠这四句偈，这是经济啊。啊，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呢，你就未奇怪了，有道理啊。眼前呐，无看到古布，古布是一个来生后世，也运作同他啦。啊，无论人供养偌济，拢总归到这地，这是大福田呐。以圆光大师经作呀，在苏州布国寺内面呐、啊，来设一个红画社，也开一个印刷厂，专门
印上佛书。那有一个宗廷，奉化下的古书老的版本，书的封面甲背后拢有印，伊的这个宗廷。啊，有能力来买的这个有钱人，成本流通，这本书十块印的，十块卖给你，无赚钱。在经济能力差一点啊，也会当拍折啦，对折流通，对折流通。实在无钱呢，想要读这本书，就免费送你啊！啊，我遐想，这一生都是做这行代志，啊，用这方法流通发布啊！啊，宽先，这个、世间的主伊嘛引，像《了凡四训》《感应篇》《雷编》，这些拢唔是佛教的啊，但是是宽先的书，拢中拢嘛引。啊，影响啊，真大咯。在那个时代啊，那今仔日这个时代啊，最后的方法就是咱用这个小小的粒仔笔啊，啊，网络电视。比卫星电视的成本较低，效果嘛是啊非常好。这现在科学技术进步，全世界拢是会看得到。这个方法都爱响应啊，啊，四种啊东西共用的财力，咱对这来去发展。那现在做的这个水机器，真水，这样随心炸的，这部在行不良受经，连个这个一组呢，我能细讲一遍，1200小时。就在这个小晶片的内底，多方便啊！太方便了，这机器愈做愈好啊！随时拢会听，通个落地啊！那几部一经啊，要看咧，有当时无想要看，听较方便。什么时阵拢买当听，啊，今下拢买当听，这工区拢都爱响应，这工区全部拢嘛叫做福田，上力上级的做好。这个力不太好了，搁配一部经，一部经珠，一个随身听的机器，完完功德啊！新年就要到了，做这新年礼物，
比什么都较好。这叫做法布施啊，嘛有财，嘛有用钱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。啊，这些人听明白了，心开意解，远离一切恐怖，一心求生净土，无为布施嘛苦救了。这是啊，公益的啊，福田念念，希望讲利益一切众生啊，念念，咱拢有有意，有心有意，帮助啊一切啊有缘的众生啊，只要也当信。愿意啊，有福，人都应该帮助伊。下面第三段救苦，依诸法药救了三苦。啊，诸佛道生。应病无药，药呢？比如如来妙法，病呢？比如众生疾苦，如涅槃法，度众生故为说无上微妙法药。下面咱举出三苦，佛经常常讲的三苦、八苦，三苦里面第一个苦苦、坏苦、行苦，下面这个苦是名词。啊，顶面这个是啊动词，所以这个啊第一句苦苦，啊苦苦的里面有啊八种生老病死。这是一切众生未当去避免的呀，生真苦啊，咱拢经历过啊，未记哩咯。佛地经内底形容啊，因啊出世啊。离开母体，犹如隔山啊！啊，这个啊，犹如隔山地隔。啊，咱人的死亡就亲像生骨脱壳，灵魂离开身体，非常痛苦啊，比老病更加艰苦。咱经历的都嘛未记得了了咯，但是对这囡仔出世，会当去体会到，为什么人若拄着好事，
欢喜啊！啊，只有拄到最痛苦的时阵，伊才会叫，才会嚎。啊，囡仔出世，多只囡仔唔是讲嚎出来啊！你听迄个嚎的声音，伊听咧叫。从这个听叫苦啊苦啊，拢嘛是安尼出来啊。到这世间来，也必须要经过老苦、病苦、死苦，啥人都袂当避免的。释迦牟尼佛当年离开皇宫去外面去佚佗，就看到僧侣病死，感觉到世间无常，诸国王嘛免不了僧侣病死，为着解决这个苦，就去修道。啊，咱伫遮咧，伫咧军营咧，无想着要出家修道，无想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伊啊想着咯。除这以外，自相你一生所经历的爱别离，你喜欢的物件、喜欢的人、喜欢的代志、喜欢的物，无定伫咧身边，你定定离开伊啊，离开就会感觉苦咯。那个这个相对的万尽灰，无家也讨厌，定定的在做伙，这是每一个人拢未当避免的呀。第三个啊，求不得，想求的物件真多，得袂到啊！要熬一个，我因自辛苦，我是什么？身体，身体是受伤形式。啊，这来对，无论是物质，是精神。充满着啊烦恼、习气，像火烧遐尼啊猛烈啊，刹那啊不住啊，未停的啊，啊，世间一般人。无去拄到佛法嘞，无拄到圣贤教诲，我因所制作拢是错误。那错误嘞，都是轮回业，轮回业来对不善业吧、啊。今仔日这世界，人唔相信伦理。唔相信道德，唔相信啊因果，唔相信善有善报，嘛唔相信恶有恶报，伊拢唔相信啊，唔相信有来世啊，啊人死如定灭，死了一切拢完了。我的时阵随心嘛、啊、所欲，
拼命去竞争，去斗争，去战争。啊，念念啊，无非就是啊，孙林李记。啊，感觉古朴都未好啊！唔管是有信无信，事实真相伫面前，这拢嘛是真呢。啊，人做作一切不善。一生生活在恐怖之中，暗时的困都不会做恶梦，就是说他不能精神，一切要满足现前的欲望，不得手段啦，希望得到啦，苦苦啊，有苦事之行，你是苦恼者，这八种叫苦苦啊。第二种叫坏苦，坏苦在哪里？四象天，四象天人无苦苦，伊也有坏苦，四禅天确实享受，想要到了，要要离开四禅天咯，这时阵就感觉非常的痛苦啦。佛在经上跟咱讲，什么时阵死的进前七天，所以这天人因感受到的苦。只有七天，七天寿命终了。那平常享乐惯习了，有一点那苦就忍受不掉。何况伊不是小苦，伊是大苦，所以叫坏苦啊！乐啊！未当永远不迟呀！这叫做坏苦，终究爱派去啊！第三呢，行苦，行者牵牛之意，有一切之牵牛无常，而生苦恼者。这个行苦是什么呢？是不未调啊！人的青春不未调啊！人个想要长退休，而个无想要老，敢会用呢？要长退休，都要受劳苦啊！两项都未当兼得啊！那行都是念念无常，啊，一分一秒拢嘛未停呢。你爱怎样讲这一切，这事实真相啊！加上所闻三有之苦，这个三有就是啊，三界，三有就是欲界有，又是你有的这个业因啊，你有色界的，有欲界的业因，生欲界，欲界范围嘛真大，天有六尘，欲界天，
人是伫个欲界，众生五鬼地狱拢总伫个欲界啊。那欲界范围真大咯，但欲界起个是色界啊，色界都无苦苦咯，有坏苦，有行苦，无色界。坏苦都拢无，但是有行苦，也不未调啊。啊，就是讲无色界，是咱一般人所讲的孤寂凡夫啊。有智慧，伊免说身体。世界都爱身体，爱身体，你看都爱有啊，居住环境啊。虽然因无需要饮食，在世啊，名是水，伊拢无咯。这世界欲界有，欲界在一些名是水无单调啊。世界来讲，这个欲。啊，伊都无咯，定功控制掉诶，伊修禅定、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啊，禅定即来对啊，呀，有乐啊，有禅业。所以世界天人是善业为实，欢喜啊，四层啊，一层比一层较高。无世界天，伊连身体拢无咯。咱中国老子有一句在讲，我有大患啦、啊，为我有心啦、啊。伊讲我最大忧患是什么？我有一个身体，伊若无身体，偌好诶！无世界天就是种人，伊无身体，身体是拖推，所以无世界实实在在是灵界啊。咱中国人讲灵魂，迄地拢是灵魂生活所在。因无咩身体，无身体就无需要饮食咯，都咩穿衫咯，无需要居住房舍咯，拢总无需要。但因呐、啊，这个活动的空间真大，速度嘛是真大，真正是都是咱讲的啊，得大自在。想要去多位就会去多位，啊，又想又辛苦，辛苦是因这种的状态未当永恒保存，定力功夫够了，就是也寿命够了，寿命够，定功就失去了。伊就向下坠咯，因为顶面无咯，爬袂起去啦，伊就向下坠咯。啊，坠落会坠到真正惨。为什么即地即个众生，拢嘛认为讲伊啊种着大般涅槃咯？那大般涅槃什么意思？不生不灭啦。我会认为讲伊啊都是不生不灭。唔到最后，有生灭的现象啊啊，显现出来了。这个时阵，伊就怀疑呀、啊。佛菩萨果性显现，佮伊讲呀，应生不死，也唔相信啦、啊。我已经证到了，为什么要给退转？也会失去呀、啊。
佛菩萨讲的话是假话咯。那圣贤讲的是靠不住咯，这叫做谤话。啊，谤佛谤法，谤佛谤法的罪过都是啊无间地狱，所以因这个对落落去啊，都搬拢伫无间地狱。就是讲，爬较悬，摔较重啊！爬较上悬，跌落来是跌来到无间地狱。因话有行苦，行就是念念啊，不住。寿命够长，究竟是有够的一天。啊，所以三界生死叫做三有之苦，讲阮三苦啊。人界为详细为稳，只加上书所解释的真正稳当。该读三有生死之苦，竟合警钟之际，那净土中修行的宗旨，离苦得乐。离什么苦？离六道轮回的苦。六道轮回就有三有。净宗的目标就是极乐世界，不是在这个天堂，也不是在这个无色界天，不是的，他是要去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无在这个六道的内底，无在这个十法界内底，也无在这个娑婆世界内底，娑婆以外别有一个世界。其实啊，别有世界无量无边啊，不是一个。一切诸佛拢嘛有依教化众生的刹土啊，诸佛无量无边，佛刹无量无边，叫做世界是无量无边，佛刹内底一个佛刹。这个代志，咱来读《华严经》，华藏世界品，世界成就品啊，都啊明白咯。啊，在迄地呢，释迦牟尼佛讲啊非常清楚，应该释经文曰，就是讲解释这句经文，以诸法药救了三苦，如来大医王，灵地啊，疾病应病啊，无药，第三有之苦，并有众多法药亦多，故闻诸法药。这个解释个真好啊！你王啊是譬如的啊，众生在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啊，只有苦一轻重，时间长短就无同款。啊，天人乐多可笑，就是盖天啦、啊，无是盖天，因真正是乐啊。就到寿命终了的时阵，伊才感觉着苦。啊，是盖天人临终前七天有苦的感受，换一句话讲，临终前七天以前你无感受，
拢在享乐。啊，欲界呢？苦乐是一半一半的，爱看你的满意。佛讲的啊，业力有两种，第一种是因业，引导你去到一道去投胎，这是因业。啊，人道的因业是五戒十善，修五戒十善的人会得到人心。那欲界天修上品十善，只会生去到四王天啊、都立天，也无以上在修定。那我界啊十善上品，我界十善佫加着这定功。定功不是遐悬呐，那讲定功修行修成功咯，啊，就会升到四禅天去咯。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啊，四禅都修去咯。而这个定叫做弥陀定，都、就是阿弥到位咯，有修有这个。禅定的功夫还未够，但未到初禅的标准，所以就是亚摩道术化六天，他化自在天，第四种天相，这拢嘛是乐最可照啊！啊，三毒五鬼啊！这个精神地狱，苦罪乐酒，啊，咱那个头前来对比来看咧，伊是相反的反面。地狱都是无色界天的反面。那够多，你要想某的时阵，伊才感觉到有一点啊较轻松，有一点乐咯。平时啊，绝对是感受未到，苦多乐少啊。这个代志，即来对业。因故不无量无边，只有如来已知影。那所以如来亲像的大医王，六道众生每一个也起心动念。所做的业，所感的啊，故不会拢知影。啊，所以人地基兵应兵啊无欲，我今仔有病，佛为什么来救人呢？我唔是讲无来，是咱唔知呀，唔捌伊呀，唔知讲佛会救咱，唔知讲佛会帮助咱，佛来也是讨厌伊，故该赶走。何况佛未攀岩呢？佛菩萨未攀岩。啊，佛菩萨应化的十法界，
完全是感应啊！众生有感，佛陀有应。感是什么？想要啊，求伊帮忙，伊就会来。苦难的时阵，想要求帮忙，伊嘛无认识佛，可能根本都无相信有佛。但是伊有想要求人帮忙，这念头佛拢知影了。啊，佛在面前现身。现身说法，加以啊帮助伊。佛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，这啊都是佛菩萨甲众生无共的所在。因为咱是讲人来求咱，咱起心动念。咱在想看我要安怎个帮助，得用什么方式来个帮助？佛无这念头，无起心不动念，完全是自然的啊。经文内底常讲欢逆啊，如是啊，这个法本来都是安尼生啊。佛家众生最大的帮助，就是啊，这讲经啊，教学。当你在世，甲佛做伙，得到受用。佛灭度了后，这经典传来到后世，啊，度着人，灵性啊，灵界。人行得到受用，那拄着人唔相信，听讲嘛是听无，当然就未当依靠奉行，就是讲人拄着了，拄着阿赖耶顶面正显君，但是这一生未当得到利益。那这个善根都要慢慢那个培养，培养的这个时间会真长啊。那在这长的时间当中，这个众生无言不懂，那讲伊拄着殊胜的善缘。拄到净土法门，伊啊可能就是一生成就，就圆满。拄未到这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任何一个法门，拢得爱无量劫，这成就。啊，比这经所讲的净宗法门。一空无量劫来啊，已有难逢。你啊，今仔日去度掉了，太幸运了，太难得了。那不是一般人会度掉呀？你安怎会去度掉呢？度掉会当相信，会发愿。经念佛，这经常讲啊真好。大乘经常常讲，这些人拢嘛是继续成长，把供养给无量诸佛如来，正住善根，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，伊啊灵性、灵界、灵行，你的往生。就算讲啊，临命终时，一口气还未断，伫这时阵，才听到一声甲佛啊
无言呢。最后临终听人啊，甲伊讲啊，有极乐世界，你啊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念十句佛号，佛就会来接应你，啊，伊就真正去做，会真正往生咯。这种嘛是啊，多生多劫，缘成熟咯。若不是讲多生多劫的功行呢？祝福如来加持，也无可能的代志。啊，这个法门殊胜啊！要咱拄到一定下定决心，但应该都爱求生净土，唔通有任何怀疑。怀疑而都错了，啊！在咱进前往生的人，咱看到了，咱听讲了，这拢嘛是给咱做证明的，证明这款代志千真万确，都不是假。啊，香港用家己的四十年前的款，啊，何东老太太，何东就是胡林，念佛往生，这代志现在要真侪人知影。我是1977年头一摆来香港讲经，迄个时阵，距离何老夫人往生已经几多年了，但一家业厝奉献出来。做道场啊！今仔日伫香港，当然甲阮都是伊个厝啊，伊个故居。啊，因后生何世礼伫二战的时阵是将军，规家啊信基督教。香港受英国人统治，信基督教真正正常，但是呢，也是有中国传统的家教。一家人对老太太真友好，老太太念佛，出来嘛服侍一个佛堂，老太太专用的。啊，彼此相处啊！真正好海，但往生的前一礼拜，老太太邀请伊的朋友，念佛的佛友，伫因家内底来打佛七，七日七米念佛，拢嘛是好朋友啊。夫妻圆满，老太太给大家宣布，大家今天圆满啊，卖回去，然后在我家，明天送我往生。大家听到真正奇怪，老太太身体这健康，一点啊毛病都拢无，安怎看嘛看未出来。啊，到第二天，好啊，大家留下来啊。第二天，伊甲大家讲，念佛上的往生，伊真正去了。佮发布啊新闻，邀请这个啊布施啦，
那个时阵有无线电台、无电视、广播电台，这记者来啊访问，来看，啊，互伊报道。伊这款做法，伫香港的佛教影响真大咯。来，真正往生了。报纸新闻拢有报道，是真诶，毋是假啊？啊！你厝内晚辈啊，子孙啊，拢总拢信佛教了，这规个拢转变了。这啊是老太太智慧，这是老太太先卡方便，平时绝对无讲起，最后啊表演互你看，然后你啊亲身看到，你无话通讲咯。啊，好说你将军学佛咯，亲身看到的，这是道家真灌输最好的方法，表现给人看，表现给大家看，连那新闻媒体拢找来咯。这轰动一时啊，啊，真正是生死自在啊。啊，佛确实是有方法帮助每一个人开悟，关键就是讲你来相信。你唔相信，对你一点啊办法都无。啊，佛真慈悲啊，唔相信的时阵，伊伫边啊咧等。相信就来咯。啊，那用这话来讲比较较亲切。实际上，佛是拢无离开咱，无离开啊。咱现在完全明白咯。佛的法身啊，遍一切处，遍一切时，这个法身啊是无形象，无物质现象，无精神现象，嘛无自然现象，变化界、虚空界，整个的宇宙啊，都是这个法身变现出来啊！啊，法身是灵变、灵性、灵变，整个宇宙是所生所变。啊，所以佛讲感应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感应确实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感应以现象，现什么相？随众生心，应所知量。众生介意什么相，伊就现什么相。但唔是个意思，伊无意思，伊无起心动念，这点咱一定要细心的去加啊参究，去体会啊。所以佛说的一切经，唔通用咱世俗概念来甲看。看拢错了，但咱世间人写一篇文章，都写一部书，都会出来第六意线，对思想来对出来啊。佛说的一切经，无第六识，无第七识，也无阿赖耶识。伊啊，是对对啦，伊对自性留落来，自性无起心动念，无分别执着啊，所以咧。咱咧读经，那是讲有分别执着，啊，拢错咯。啊，未安怎念？马明菩萨伫起信论甲人讲，不执着言说相，
你演说上，你命理上，你心面上，心面上你不能去想，你连这经文都去想错了。伊无起心动念，你安怎想呢？你只有一直个念落去，但唔知什么意思，佮个念落去，念上几千遍、一千遍、啊两千遍、三千遍，后来大悟了，即来对意思拢知影了，这啊叫做佛法啦，这是不可思议之法。开悟了后，什么拢嘛明白，什么拢知影了。啊，伫中国，慧能大师就是一个例，唔系你无读书啊。开悟了后，什么款的经历去问伊，伊拢了解。那佛法了解，世间法大行拢了解。这就是明心见性啊，目的在这地。如果把它当作世间法来研究，你得的是相信，叫佛学相信。不录音，有了生死出三界，一点啊录音都无。这个就是佛法最困难的所在，嘛是最容易的所在，也就容易咯。会向到难咯，伊无难易啊，完全是在个人。啊，你不分别、不执着，真正相信，真容易。你那是去加研究啊，真困难。研究一世人都无创清楚，因为你用的方法错了，你用的是妄心，不用的是啊真心。用真心真容易，用妄心就足困难呢，都是一款道理啊。所以希望咱这个一切爱对真实心中种，待恁处事爱用真心，唔好用妄心。经典都真容易了解，好，今仔日咱就学到这地。